还有讲一个叫什么？上个礼拜有讲到那个怎样？调方嘛，有没有？有。讲到调方嘛，各位忘记了吗？有。没关系，再讲一遍哦，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会忘记。哎，就是前后的，走前后的是什么呀？前方。你若行前后的，就是调什么？前后。前方。就是调什么？弯度。对，笔芯的弯度。弯度。笔芯的弯度啊。笔芯的弯度。你这是毛笔的弯度了啊。左右结合。大概都控制得住啊，控制的是这边爱找高的爱找高，爱见高的爱见高，爱下面一点。